面向你介绍本次寒冰之旅 Frozen Monster 手机程序的使用方法。下载完成，打开手机程序之后，请点击信任以开启程序。首先填写你的个人信息，并输入公司邮箱。成功登录后，进入目录页面。点击 Setting， 可以上传个人头像。设置日程提醒功能，以及调整你的语言设定。设置完毕后，点击左上角返回主页面。点击 Monstergram， 进入相机模式，按眼球键即可拍照。随后，你可以从五种主题相框中随意选择一种对照片进行编辑，点击右下角图标保存图片。返回主页后，进入 Check-in 页面，将会有一个对话框弹出，点击同意，允许该程序使用你的位置。然后，地图上将显示你现在所处的位置，点击 Check-in here， 即可标记出你的地理位置。选择你所在的位置，输入新鲜事，同时还可以上传你的照片，一并分享到多个社交平台。在 check-in 地图里，你可以看到自己和其他 monster check-in 的位置，点击小图标，还有他们的新鲜事。在主页右下角，点击 More About Frozen Monster， 你可以看到度假村地图、具体设施、以及行程的详细安排。在主页中间，点击 Monster Eye， 可以选择不同的你喜爱的眼球。然后放在公司提供的衣服特制口袋里，你就可以变成酷炫的怪兽。